大家好，我是防疫音乐家猪头皮，今天要来告诉大家，防疫期间要听什么音乐。第一，要听猪头皮的音乐；第二，爱听猪肉型的音乐。The third, listen to p i c t s skin music。来，来